现在调整马的位置，那个摄影机放在下面嘛，我们是拍正面的一个广角的，然后要把那个马放在画面右边的天际线上面，山坡上。今天是小丁啊，刚到，拍的一场青年时候的戏。我看他也蛮累的，昨天晚上深夜才到马上造型。就要弄乱，还有很细微的修，就让它好像就是自己长出去的，对吧？那个地方一定有风，那吹起来不乱也不可能。好的，它真的长高了，真的是好奇怪啊！小孩子长得很快，对，长大了吧？像我赶快拍，要不然就老了。对。我当年入行的时候也跟他的年纪差不多，有人呢说我长得帅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他长得比我清秀，长得好看，一穿穿什么都好看，对不对？看我。你我的登板手，我们回去报道他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七八岁的爱情轻易要被打，爱情必须含一枪没。我的枪发射过。对的吧？对的，对的，这个是检查。我补正面。云，那个。又来了，妈妈咪呀，别吹过来呀。大自然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拜拜。刘邦，你们等一下，其实没用啊，风真的刮过来，什么都吹跑了。4:22，刚刚狂风。这场戏因为是小丁回到他以前住的地方，所以就在戏里面变回彩色。我们现在等那个云呢，等那个云吹过就有太阳了。要有一点耐心就可以。马上出来了，哦，来了，赶快了，全部站起来了，来，赶快，好，开工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小丁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看，哎，收工了，终于，还好没下雨。算顺利，想多拍一点也很困难，因为我们把短场戏要在每个不同的景拍掉，这个小丁跟艾米还有短场戏，那我们要找漂亮的景拍嘛，所以也差不多了。现在因为5:15了，现在厢车要2个多小时，吉普就是快一点吧，应该1.5个小时吧，所以其实回去已经天黑了。那明天开早班，工作人员有些5:30就要出发，所以其实是蛮累的啊。所以他们有时候早收工的时候也会鼓一鼓掌，呵呵，有些人可能去镇里面去吃饭，我觉得这个也需要的，不可能在长时间每天这样
开工一点生活都没有的。我也是喜欢早收工的导演，快点拍，就把上午提速，下午的时候压力也没那么大。我觉得拍完这两场戏应该不会再来了，只能在电影里面看到他了，所以再好好的看看这个景色。